各位棋友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盘由棋友推荐的单车滑炮精妙对长局。此局表面上看，盘面，红方虽有车炮，但是呢兵力左右分散，一时半会很难看出有造杀的机会。反倒黑方却有一车双卒双向守家，黑方这边一旦拱卒过了河，对红方来讲十分不利。 而且呢，随时可以利用地卒创造老兵收山的机会。那在此局面下，红方呢单狙滑炮，无非就是利用海底捞月来杀棋。但很多棋友一经拆解之后，却发现不管怎么走，压根就赢不了，始终呢会被黑方的双向所牵制。那么接下来，我们来领教一下红方的一个手段。首先呢，一上手第一步棋非常关键。 有些棋会认为，我这一边能不能进底炮，居借炮威掏敌将来杀棋呢？如果这么走，黑方那就直接飞中象了。这样一来，黑方的双象一旦走成连环象，红方车炮就再无胜算。那第一步棋进底炮不行，你这手呢抬高居也一样，黑方也是飞中象。你这手照头一将，人家就平将战中。 仍然可以高枕无忧，红方呢压根就没有取胜的机会。那这里呢，红方这边第一步棋唯一的正手，只能呢先退居一将，看黑方呢如何应对。这里有上将下将两条路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黑方上将的一个变化。如果一旦上老将，那红方这手再次退高居为时不晚，目的非常明确。 想借帅助攻平车将，创造白脸将杀。那这时候一方动老将肯定是好意义，飞象呢也行不通。为了保住老将，黑方仅此一步棋，就是平车来守了一道，防止红方的这一步平车杀棋的一个机会。而一旦这么走，红方又当独的抉择？这时候呢，红方呢就巧妙再次举将，黑方下完老将之后。 现在呢，通过进车点两将的方式，逼着黑方老将继续腾挪位置。这里有上将或下将两条路可以走。我们现在呢，先看一下黑方上将的变化。因为呢，如果下将的话，跟一开局直接下老将，其实走法如出一辙。一旦这么走，很多球仍然是一头雾水，因为压根呢看不出有任何威胁。但是这手红方可以利用。 海底捞月的手段来引离黑方勒道上的车了。这一步棋呢，一走下来黑，黑方呢十分无奈，先车又不能丢，只能逃。这里呢，黑方这一边如果把车平到左边的话，那红方呢趁此机会就选择退底车，既可以防止黑方退车点将的同时，又可以平车到内线，创造百里江山。一旦这么走。 黑方这边是有车，压根呢没有防守的余地。这时候呢，不管这个车腾挪到哪里都好，或者下降吃炮也罢，都守不住红方的这一步平车将的杀棋。那有些棋友疑问：刚才一方这个车为什么要平到二路呢？如果把车甩到另外一边行不行？也不行，因为一旦这么走的话，红方这手只要抬高车就行了。 先布棋平居一将，又是杀棋。黑方先当居点将，压根毫无意。红方一下帅，仍然可以高枕无忧。你还是守不住红方的这一步平居杀，铁定要败。那这也是一开局，红方即便选择退居将，黑方上老将的所有变化。这里上将肯定是行不通，输得非常快。仅有下将这一步棋可走。一旦这么走，局面就有所不同。 那这时候红方又该何去何从呢？你如果进里炮将的话，黑方又飞中象了，压根毫无意义。这一边红方呢走的十分巧妙，直接甩车到肋道，卡住黑方的象腰。下一步棋，无疑一步进里炮将的杀棋。而对于黑方来讲，先有象不能飞，被红方的车跟自己的高卒挡住了去路，老子也不能动。现在呢，面对红方的这一步进里炮杀。 黑方迫不得已，只能先退居一将，用车呢来盯住红方的炮。但是呢，在此局面下，对红方来讲，到底应该是上帅还是下帅成为此局的关键点？正、这个、所谓“车怕低头，将怕高”。红方的正手是选择下老帅，因为这步一走，黑方后车就没有进车点将的机会了。而这时候黑，黑方呢迫不得已，为了防止红方的进炮杀棋。 只能平车来盯住红炮，当即面至此，红方这手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很多球友呢到了这个盘面，仍然束手无策，因为现在呢你进炮一将，黑方直接退车吃炮就行了，红方呢压根就没有后续的手段来牵制。那这时候红方呢巧妙先平一步炮，避其锋芒，照样服有一步进炮照杀的机会。 那黑方这手又会怎么应对？先一方双象，老将还是不能动。这里呢，现在不管黑方是拱卒过河也好，直接抬高车上来，想平车占中围剿也罢，却发现根本行不通。一红方这手巧妙进里炮一将，黑方这手象不能飞，将也不能动，别无选择，只能用车拦住红炮。红方这样一来，就把黑方的车。 跟底边的象给套牢住，这手呢，我只要抬高车就行。先不奇白脸将杀，一卒反将，黑方这边谁挡不住必败。随着此局，当黑方这边眼看红方平边炮之后，现在呢，红方浮有近底炮照杀的机会，黑方现在迫不得已，也只能提前用车守住底边的这个点了。但一旦这么走。 很多酒就束手无策，因为你现在会发现，你抬高句的话，压根呢没啥威胁。黑方随时可以飞中响，挡住中路的刷面，你始终呢没有把点将杀的机会。一旦这么走，红方这一边直接上了架，压根就赢不了。那黑方这边提前先挡炮，红方这里不知道各位酒能不能看出妙手呢？ 这边红方的正手是选择进里炮，果断送这一步炮。这一招棋可以说是一高人胆大,大，现在步棋意图非常明显，照样要,要抬高车，创造百里江山。那一方这手呢，现在为了防止红方抬高车的围剿，这里呢也只能赶紧用车吃红炮再说。一旦这么走，相当于把黑方的车给困住了。这边呢，红方这手需要抬高车。 没有围剿的机会，黑方可以飞中象来保双面，但红方这一边却走了一步平边居的妙手来解围。这一步平居看似没有杀棋，但实之不然。对黑方来说，现在呢老将不能动，有象不能飞。如果飞了中象，我进车一将破掉一方底边的车，灭掉一方双卒双象，可以说是一种反掌，必败。 那既然黑方双向不能动，这里呢现在拱卒的话也没用，因为拱卒压根呢起不到任何威胁，所以呢只能赶紧把车给亮出来，发挥车面的优势。当你亮车出来，红方呢这手就抬高车，下一步还有平车将白点将杀的机会。至于红方刚才没有上帅，导致一方没有点将守内线的可能。 那面对红方的白脸将杀，对黑方来说，现在将又不能动，你飞得象，我进底居将又可以白打黑居了，铁定阿爸。你这时候呢，如果想抬居上来防守也毫无意义，红方进底居点两将，又可以抽吃一居，黑方照样防不胜防。所以呢，此局在此局面下，黑方现在有居无从发挥，面对红方的白脸将杀，这里呢。 不管动哪一个棋子都好，红方呢都是杀棋的机会，铁定要败。